我哋依家处身系呢个香港摩星岭，叫做加洛萨静修院嘅地方。呢、这个地方好幽静咧，为使我哋能够有一个反思，反思我哋生命嘅意义咧，同埋点样去生活。咁就依家整个天主教咧，系一个叫做恩宠嘅时间，我哋叫做信德年。信德年咧提醒我哋咧，要点样能够翻去我哋信仰嘅基础，认识翻耶稣基督。咁有一个图案咧，系普世教会咧，即系全个天主教咧，都用呢一个嘅标记，好有意思嘅。我哋话信德年。信德年里面来讲呢，首先有一只船，成个船的标记就象征教会，就是这个好像波涛汹涌的世界里面受到很多冲击。怎样面对社会的冲击，或者是一个生活上的一种的挑战呢？那有个旗杆呢，是象征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好像一个舵手这样，好像一个船长，怎样带领我们这个船怎样行法。有三个拉丁文呢，这个J 字咧、H 咧同埋 S 咧，意思就话耶稣基督佢系人类嘅救世主。咁同埋仲有一个弧形啊，好似一个圆形咧，系个圣体圣事嘅标记。耶稣基督咧，佢用佢自己嘅成个生命咧嚟滋养我哋嘅生命。所以成个图案咧都展示喺呢个人世间喺社会当中咧，教会就系被耶稣基督所领导住嘅。我哋点样能够通过圣经？能够认识翻我哋信仰，借住教会团体彼此嘅共融咧、支持咧，能够转化呢个世界，去圣化呢个世界。喺信德园当中咧，教会或者堂区都举办好多唔同嘅活动嘅，或者讲座。咁作为呢个信德园专责小组咧，我哋都提出咧三个角度，就叫做知、情、义。知咧就增加知识。情咧就建立关系，系同耶稣基督建立关系；义咧系意志行动，即是话咧，我哋唔单止搞好多讲座，增加知识当然要啦。譬如话认识翻梵义嘅文献啦，特别呢四个宪章啦，同埋认识嗰个天主教教理吓，提到我哋信紧啲乜嘢啊，庆祝乜嘢啊，同埋点样生活啊，点样喺灵修方面增进呢个需要嘅。但系就唔好净系停留知识方面，系通过呢啲嘅知识咧。第二就是我哋要增加同耶稣嘅关系，同教会嘅关系，对团体嘅关系。咁但系教会唔系净系为自己噶嘛，系要点样有个使命，要圣化呢个世界。咁所以我哋需要强调咧，无论咩活动都好咧，希望有呢三个元素，就增加知识，就能够建立关系，同埋咧系能够有个意志行动。咁最近咧系全城啊，香港都有一个廖先生咧，好欣赏佢。其实佢系一个嘅小巴嘅司机。咁佢自己咧就點樣回應翻嚇，即係喺個隨貧咧，點樣能夠幫助啲窮人咧？咁佢又用翻佢自己嘅職業咧，就係話揸車嘅時間，如果見到啲老人家，譬如80歲以上咧，佢就唔收呢個車費嘅。咁其實係呢個好簡單行動，係佢自己由心裏邊嘅出發。但呢份愛心咧，就能夠牽動到好多人。咦，其實我都可以做嘅喎。其實佢每日可能賺少少，賺少啲啫。咁但係佢自己好開心。如果能够令到阿高阿伯开心，佢自己都好开心。原来人需要就系一啲喺生活当中好简单，就好似德兰修女佢话咧，我哋点样能够心怀大爱做小事，用一个爱心嚟做好每一件事。所以我哋话信德年咧提醒我哋咧，信德系爱德嘅开始，而爱德咧系信德嘅圆满。我祝福大家咧能够喺生活当中就怀住信德做好我哋每日嘅事，用爱心能够美化每日嘅生活。